很多时候你会错过与孩子相处的周末。你的付出未必得到回报，你捐的东西再多也都不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你必须不厌其烦地解释每一分钱的去向。公益是一个无底洞，也是一个放大镜，当你一点做得不好时，有可能被公众放在放大镜下面。你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放弃，却无能为力。我常常问自己，要做这样的一点好事，却要花这么多的功夫，值得吗？你捐的善款未必能充分善用。你要走下聚光灯和曾经的舞台，走进深山老林和无人问津的地方。你需要像做企业一样去经营这个事情，但却很难获得对等的回报。你得投入比想象的更多，你被泼冷水依然要保持热情。你从此可能多了一份道德的绑架，你最大的花销或许再也不是在自己身上了。你做的好事也许会被好事者恶意扭曲。你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资金问题，还有社会问题，有些问题是你通过努力不能达到的。你得脱离你以前的社交圈子。公益向往纯粹和最大的善念，可有人聚集的地方总难免五味杂陈。大家在一起要求大同存小异，营造快乐公益，太难了。你能忍受得了风吹日晒，未必能忍受得住冷嘲热讽。你不应该只是简单的支付钱财来支持公益。作为一名公益人，我们要一直保持一腔热血的韧性，同时要去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。你好不容易走出大山，又得回到深山中去，你还可能因为仗义直言而被误解。你得投入的比你想象中的更多，你甚至会因此变得更加狼狈。你需要面对方向稍微偏差，你往往需要承担最危险的前线。做公益很难，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取决于每个人为世界做了什么。我们有100个不做公益的理由，但是没有一个理由把世界拱手相让。阿拉善 SEE 向南而生，向善而行。